得到非常整齐，而且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白咖啡它贪污案治的时候，政府还是能够奖赏一瓶几的产业，这个好像在鼓励人家是前途前家啊。如果是有这样的行为被奖赏，那些清清白白的廉洁的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个错觉，这个印象是非常不健康。在这方面，我们都不接受。我们下礼拜我跟南华跟少部讨论，大家感觉到非常不满。下礼拜，将要跟首相叶还会讨论这项问题。如果是他还是坚持要这样做的话，可能我们在研究，在研究这个量子标路有可能。更严重，但是这个违反整个量解备忘录的精神。量解备忘录是要病治病经济抗疫啊，新冠疫情。这样的话，你奖赏一个前首相有涉及贪污案啊，而被判有罪，一定级的产业，怎么样能够帮我们抗疫或者是病经济？所以这个课题，我认为是已经。太过分了，所以必须要跟他讨论是否他还是对这个量子标路为了这两个目标还是有这个承诺，还是有这个决心。不然的话，不是单单在检讨，再考虑过，可能会严重。谢谢。